直播吧，十月二十日讯，北京时间十月二十日19点，2018-19西甲联赛第九轮，皇家马德里主场迎战莱万特。上半场莫拉莱斯为莱万特首开纪录，随后法拉内送点，罗杰尔主罚命中扩大比分，埃森西奥破门，但越位在先被 VAR 吹掉，马里亚诺头球中没有。下半场奥耶尔屡现神扑，本泽马助攻马塞洛扳回一城，随后本泽马远射中柱，最后阶段马里亚诺破门，再次被吹罚越位在先，最终皇马主场1-2不敌莱万特，遭遇各项赛事5场不胜。皇马上轮联赛对阿拉维斯补时阶段绝杀0-1不敌对手，各项赛事遭遇4轮不胜且未进一球，积分榜滑落至第6位。洛佩特吉面临不小的执教压力，此役主场迎战2连胜的莱万特、马塞洛和伊斯科伤愈归队，皇马能否找回进攻端的感觉，从而摆脱当前困境，值得期待。首发方面，洛佩特吉对阵容做出一定调整，马里亚诺领先锋线，莫德里奇与伊斯科坐镇中场，贝尔与本泽马替补待命。比赛开始第1分钟，皇马进中后场多脚传递后，卡塞米罗中圈处斜传禁区被门将没收。第4分钟，奥德里奥索拉右路传中被对方后卫拦下。第6分钟，莱万特取得领先，波斯蒂格后场过顶长传，直接找到前插的莫拉莱斯，后者换过出击的库尔图瓦推射空门得手，皇马0-1莱万特。第9分钟，皇马左侧定位球机会，伊斯科探入禁区，中路拉莫斯与卡塞米罗接连攻门都被对方球员封堵。第12分钟，皇马再遭打击，罗吉尔禁区附近横向内切时打在瓦拉内手臂上，主裁因视频助理裁判提示后改判点球，罗吉尔亲自操刀主罚命中，皇马0-2莱万特。第16分钟，伊斯科右侧角球开向中路，卡塞米罗中路头球攻门，皮球击中横梁下沿弹在球门线处，埃森西奥将球撞入球门，但助裁经 VAR 提示后判罚埃森西奥越位在线，进球无效。第21分钟，皇马错失良机，埃森西奥左侧横敲禁区，马里亚诺右脚推射被门将化解。第22分钟，皇马开出左侧角球，禁区右侧卡塞米罗头球一点，拉莫斯门前甩头空门被奥耶尔单杖扑出。第26分钟，皇马再遭杀机，马塞洛禁区左侧与队友撞墙配合后横传门前，马里亚诺跟进推射被对方后卫门线触击雷。第30分钟，伊斯科前场断球后直传给到马塞洛，后者禁区左侧一脚抽射被打出底线。第32分钟，巴斯克斯禁区右侧转身抽射被奥耶尔稳稳没收。第33分钟，巴斯克斯右侧角球开人禁区，马里亚诺中路高高跃起头球攻门击中横梁弹出，紧接着巴斯克斯右侧45度再传中路，卡塞米罗头球攻门被门将扑出底线。第36分钟，巴斯克斯右侧起球传中，马里亚诺头球攻门偏出右侧底线。1分钟后，马塞洛左路下底到三角回敲，阿森西奥护球转身低射被封堵。第39分钟，莱万特发动反击，杰森右路突破至底线后到三角回传，莫拉莱斯中路铲射没能碰到皮球。第42分钟，皇马开出左侧角球，前点皇马队员一蹭，巴斯克斯门前垫射被奥耶尔神奇封堵。1分钟后，莱万特快速反击机会，托尼奥沿左路突破后横敲禁区，罗吉尔门前推着破门，然而主裁示意托尼奥越位在先。半场结束，皇马0-2莱万特，一边在战威尔替补出场换下奥德里奥索拉。第47分钟，巴斯克斯禁区前沿敲传贝尔，贝尔脚后跟停球可惜出了底线。第49分钟，巴斯克斯右侧直传，
卡塞米罗传中到禁区被奥耶尔没收。第50分钟，伊斯科前场直塞禁区，莫德里奇半转身低射，被莱万特防守队员挡出底线。第52分钟，埃森西奥连左路突破到前场被放倒，主裁向卡巴科出示黄牌。伊斯科定位球开向后点，被防守队员头球解围出底线。第55分钟，莱万特右侧定位球传向中路，马里亚诺头球顶出禁区，杰森赖维凌空抽射打飞了。第57分钟，巴尔迪前场分球，罗杰尔禁区前沿左脚低射，被拉莫斯挡出底线。第59分钟，罗吉纳接队友回敲外围赢球抽射高出横梁。第60分钟，皇马孤注一掷，接连换上本泽马和塞巴略斯，继续加强进攻。第61分钟，莫德里奇直传，贝尔接球后转身抽射被奥耶尔没收。一分钟后，本泽马接马塞洛分球，禁区左侧一脚低射，再次被奥耶尔得到。第65分钟，皇马获得前场位置绝佳定位球机会，贝尔直接起脚攻门，皮球绕过人墙后被奥耶尔飞身拒之门外。第67分钟，莫德里奇右路起球传中，马里亚诺小禁区内头球攻门偏出左侧立柱。一分钟后，皇马发动反击，本泽马推进到禁区前沿分给马塞洛，马塞洛地平球扫传后点，贝尔顺势推射偏出底线。第71分钟，皇马终于扳回一城，巴斯克斯右路传中，贝尔头球曾向后点，本泽马停球后到三角回敲，马塞洛调整几步后右脚爆射破门，皇马1-2莱万特。第76分钟，皇马前场反抢，塞巴略斯横敲本泽马，本泽马内切两步右脚弧线球攻门击中右侧立柱，随后莫德里奇歪围远射被奥耶尔稳稳没收。第78分钟，莫德里奇接到本泽马回敲，禁区外来右脚低射偏出左侧底线。第80分钟，巴斯克斯右侧下底传中，后点本泽马回坐，马塞洛赢球怒射打飞了。第87分钟，马里亚诺禁区内乱战中右脚抽射，角度太正被门将没收。一分钟后，巴斯克斯右路传中，本泽马头球攻门被门将伸腿挡出，马里亚诺门前补射破门，但主裁吹罚马里亚诺越位在先，进球再度被吹。补射第3分钟，马塞洛外围远射被挡出底线。一分钟后，莱万特利用皇马后方空虚发动反击，莫拉莱斯杀入禁区，面对库尔图瓦推射偏出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皇马主场1-2不敌莱万特。皇马首发25库尔图瓦，12马塞洛、拉莫斯、5卡拉内、19奥德里奥索拉、45 11威尔、14卡塞米罗、10莫德里奇、22伊斯科、28伊森西奥、69本泽马、17巴斯克斯、7马里亚诺替博维出场、伊纳瓦斯、6纳乔、8克罗斯、23雷吉隆、24塞巴略斯、莱万特首发、3奥耶尔、4苏亚雷斯、罗贝托、15波斯蒂戈、756罗德里格斯、18贾巴科、3托尼奥、24坎帕尼亚、18尔西、16罗奇纳、23杰森、9罗杰尔、79 21博埃腾、11莫拉莱斯替博维出场、7西蒙、20瓦米纳、19洛佩斯、5杜库雷、25艾托尔、